全关心爱火正热，夜览台妹睡酒店。哎呀，古鲁家族，这不是新闻重点吧？靠近一点看看，你可以再近一点。等等，原来是燕赵大帝陈冠希和小他10岁的女友洪文安在约会啦。看眼影很大的文安吞吞吐吐啊，不吞云吐雾，对此冠希十分淡定哟。Meet the Croods. I call this a snapshot. Oh, let's do it again. I think I blinked.俩关系哥凭借自拍笑傲江湖，文安妹自拍的给戏自然是周全的，您看她还有斜力握把呢，哎呦真是棒UCCU 真是棒啊，实现了你才棒哎呦喂呀，香港冠希与台湾女友远距离恋爱，逮到机会合体就尽可能的黏在一起。上个月他来台开潮店，是他动不动就在开潮店，人家牵着洪文安见媒体高调宣誓恋爱 ING。我有想过搬来台湾吧。他也提过想为爱在台之产的呀。那这个月牛郎织女重逢看戏，约会玩夜也可以，感情有新的爱潮可归。他其实跟家人很好的，所以他其实那个家庭的。value 其实蛮重的啊、如果可以多一点时间看到他就行了，我不会给压力他就离开家跟我住吧。苹果娱乐新闻热恋期通常是没有家庭观点报道。